看这一米，知道这个嘞，一米七的大驴，一米六多，一米六多，这就是高是吧？这驴，这就是比咱还高。我看这大蹄的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打了离远的，我挂了秃噜。呀，好厚啊！这蹄子，怎么跟小妹妹了？长我这直接长不长？怎么跟怎么成长大妹了？好，下来吧你。这应该干这事儿的兄弟。插开腿。大口缝，后高定。脚手孔，大手高定。你难受。这驴长，这个驴上了满标，这驴一千个。这个驴，身高在那儿的哈。对了，身大力不亏，个大，骨架大。五六个月。五六个月。这一身的还补。看啥子？加血了啊！不是血，鱼血。老子不经常补嘛，这种下刀都不用他骗上来，你测测也给他，哎，测测给他剥掉，哎。它里边鱼血。这钱挣你多大呀？你多大呀？对，要抽。瞧过来了，我要不出这个味儿，还不是正宗。假的，你不信？你别说我要黑了嘴了，不是这个味儿的，这假的。我离家就熬了这个家。爹，你不是不是，就这个味儿。你看，我离家那是压的。真事儿，熬驴皮和脚。你这真熬驴蹄儿了。你黑黑了嘴了以后，不是这个味儿了，就假的。咱们这说脚，踢那叫脚，叫压的，叫脚。哎呀，一点给它撕下来啊！这家伙，还是看到没？这是嫩嫩啊，这是嫩哦，这是嫩。哎呀，那怎么处理处理啊？哎呀，不用煮，拆了都没事。那就是出来了，看，这是嫩。